小心点，小心点！知道吗？我特别喜欢咱们家乡的这条江，好美啊。 所以你老师到这儿来？是啊，只要一站在这儿，心里就特别惬意。你能考上大学吗？我要考不上大学，你就不跟我好了。 我就跟你断，真的，断！志强，吓死我了！你坏死，你吓死我了！傻样！为了你，我也得把他绳子上去。 就喜欢听你这句话，那是有条件，亲我一个。站住，小妹！打我你！ 秋阿姨，嘿嘿，志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小薇，我来告诉她我考到省城了。考到省城了？嗯，是本科吗？专科。哎呦，连考三年，还是个专科呀？你不也是专科吗？现在都是大夫了。我们那时候是什么年代呀？这孩子。嘿嘿，秋阿姨啊，嗯，小薇在吗？ 他不在，秋阿姨，哟，高波来了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们科室今天分了点鸡蛋，我一个单身汉又吃不了，所以就给您送来了。你看看你这孩子，总是这么想着我们。秋阿姨，这位是？哦，他是小薇的同学，尔志强。嗯，啊，你好，我是医院刚分配来的大夫。 是曲大夫和卢大夫的学生，要是你不介意，咱们做个朋友吧。你好，高波啊，哎，屋里坐吧，啊，中午就在这儿吃午饭。来来来，哎哎，轻松了。嗯，哦对了，尔志强，要不你也留在这儿吃吧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还有事儿呢。那就不留你了。 高波，快进屋吧。秋阿姨，秋阿姨，啊，我来帮你。啊，不用，我马上就弄好了。没事。秋阿姨。 那个尔志强是来找小薇的吧？哎呀，他有事儿没事儿就爱往这儿跑。他是在追小薇吧？嗯，是有这个意思。秋阿姨，我跟小薇接触虽然不多，但是我对她印象特别好。只要跟她在一起，我就觉得很踏实。哎呀，不瞒你说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喜欢小薇。我是有这个意思。 那好，等小薇回来以后，我跟她说一下，你们两个找机会多接触接触，培养培养感情。哎，谢谢阿姨。谢啥？
不用客气，曲阿姨。那您说，小薇有没有顾虑啊？哎呀，要说尔志强和小薇呢，确实走得挺近的。可是谈婚论嫁，根本就不可能。这个尔志强学习不上进，还总是爱打架。 这怎么行呢？哎，阿姨，我来，没事儿，来，我来，您歇着啊。